都会影响我们你们的整个分数。然后开始当你们的准备的才艺的时候，尤其在我觉得舞蹈的部分，很多人就是只是想说，哦，我要跳罗志祥的什么什么歌，或者是我要跳什么什么什么，比如说九零的什么歌。可是音乐一放的时候，其实是真的只有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有准备好的，有练好才来的。其他的人都让我感觉有点像是在家好像明天要甄选了，所以我在家随便选一个音乐，然后看看音乐录影带就可以来了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甄选会的，真的，如果你们要给你们想要来参加甄选的话，一定要充分的准备好。庄敬甄选告个段落了，要进行的是第二次甄选，到底这次有谁可以加入黑社会呢？我黑社会上了。那今天呢，有不少的一些女孩呢，准备好了要来自己挑战你们，也挑战他们自己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评审 Andy 哥哥。Hello。现在我们也是需要一些心血，对对，心血，心血。心血对，没，因为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妹妹，我们之前讲就是除了原本表现好的当成为固定班底以外，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有很多新的新生加入，然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火花，然后就才会有所谓的新旧妹的一个比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坐在这边呢，要另外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算是中流砥柱的学姐们。你自己突然傻眼，但有掺杂啦，有老的，有少的，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一位来讲的话，评审选新的妹妹来讲的话，第一次坐在这，让我们欢迎最性感的温小兰。最新的单曲《魔力 Hi Q》，掌声欢迎！谢谢。今天这个来讲的话，你知道我们要挑选的标准吗？一定是要在我的标准之内，例如一定要辣啊，要够敢啊，舞蹈要很棒啊，要很大方啊。标准很高，对，就差不多跟我一样这些标准。跟你一样哇，我们就发财了，我跟你讲。今天。可不可以先为我们示范一下？没问题，魔力 HiQ 的可以吗？没问题，一批新的。不愧是电尊天后啊，电得我头昏脑胀的，不用装电池就电力十足，好厉害哦！对，哇，温岚，你这个舞算是有继上次那个热浪之后，又是另外一波高潮了。对啊，只要夏天就一定会有我的存在，夏天少不了你。对，魔力 HiQ， 谢谢。接下来欢迎蓝波老师。蓝波老师，哇，其实好几次已经好几次甄选了。我觉得其实甄选来讲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严苛的事情。那除了我们要甄选这些评，还有评比这部分，其实观众现在其实已经都高标准了，因为他等于是有前面很多很棒的学姐在撑着，所以他们来会看到，哎，看的标准已经变这么高了，所以你现在进来选这个新生的时候，其实压力更大，没错，标准也更高。再次欢迎蓝波老师，蓝波老师。是的，因为进来的话，其他不敢讲，但是如果进来的话，你准备改变你自己生活了，这各方面都是另外一个标准的世界了。首先欢迎第一位的新生娇娇，请出场。首先是一号参赛者娇娇，感觉很可爱哦，她会带来哪些表演？赶快来看看。电力十足的参赛者，现场表演会如何呢？不看真的会很可惜的。参赛者的实力坚强，蚊子面临最强的挑战。第一位的新生娇娇，请出场。
大家好，我是娇娇，今年19岁，要为你们带来的表演是梁静茹的《勇气》，谢谢。就是蛮飘渺的感觉，飘渺。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唱歌，我会以为，如果我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我会以为你好像前面是有字幕，就是像 KTV 有没有？前面是有球在那个，就是人家有球有那个字幕，照着 KTV。对对对，你的眼睛就只是直视前方，以为是有歌词这样，可是就忘记了一些表情。表现的也是不错了，谢谢佳佳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麦子。2号奈子在学校可是热血的一把交椅啊，舞技精湛的他会有什么样惊人的演出呢？赶快一起来看看啦、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奈子，今年17岁，身高145公分，体重40公斤。那我今天要带来的是一段舞蹈，谢谢。小巨人啊，哇，对，就基本上我觉得他跳舞的自信感很好了，我觉得很有自信感。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跳舞的过程中，除了这